中秋节就快要到了，新北市农业局举办了新北文旦展售会，市长朱立伦也一起到场协助销售新北在地的文旦柚。而今年文旦柚因为气候合适，所以品质相当的好，农业局也特别提供民众团购的服务，欢迎民众一起共襄盛举，购买新北市的高品质的柚子。朱市长化身拍卖员，卖起新北巴黎文旦柚，对民众一次要买超多箱，只惊讶三秒，马上就只剩下感谢，因为今年的巴黎文旦柚有抢购价值。那个苦味很少，然后很甜，蛮好吃的啊，味道很好。我们巴黎的文旦柚哈，就是在中秋前大概一个月开始上市，那现在是刚刚开始上市，就是今年因为这个雨水比较没有那么多，所以甜度非常高，而且品质非常好。那我们这些巴黎的文旦柚是我们这些所有农民辛苦的成果，那希望大家赶快开始购买。展售会现场人山人海，朱市长来站台还喊出当天运费全免，更亲自剥柚子给民众吃。新北文旦柚果肉 Q 弹，甜中带点微酸，民众错过了展售会没关系，今年在网路上可以团购，当然也可以上网预订。那我们透过这样子预订的方式，到时候我们直接就可以把货送到大家的家里，那在中秋的时候就可以合家享受我们最甜美的文旦柚。接近中秋佳节，新北市长亲自推销柚子，要欢迎民众一起用新台币让新北优质文旦下架。记者方亮，南区新北市采报道。